就算是他经典名菜夫妻肺片，也是鲁菜当中的一张名片。制作工艺讲究的是香料配方以及卤制的工艺，还有调味料跟飘香红油结合而成的一道经典美味。可谓是既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又有麻辣鲜香的四大元素相结合。首先是熬制一桶白卤卤水高汤，准备新鲜的牛棒骨一根来增加食材的牛肉原香，准备新鲜的老皮棒子来弥补鲜味的不足，再加入少许葱姜，少许高度白酒去腥去腻。烧开锅后打掉煮出来的浮沫，一直焯烫一直打，直到完全煮不出血沫血水为止，再捞出放入温水当中彻底的清洗干净，以保障汤色干净且无异味。然后将食材直接开水下锅进行炖煮，这样能够让食材充分的产生乳化反应，加入白胡椒20克来去除仅剩不多的异味。用大火烧开锅后持续加持20分钟，让食材持续产生乳化反应，便于下一步更好的出鲜出香。时间到了过后转小火慢炖5-7个小时，以充分彻底压榨出食材鲜香，从而让食材达到物尽其用的核心目的。时间到了过后，那么一桶汤色干净无异味且鲜香味浓的夫妻肺片白卤卤水调配完成。再来配一组卤制的核心香料配方，准备10年陈皮10克，桂皮5克，香叶3克，小茴香5克，红花椒8克，香菜籽3克，八角5克，草果2克，白蔻3克，山药5克，山楂5克，丁香一颗，香果一颗。那么这组食材就包含了火速增香、去腥、去腻、解腻、化渣，重点突出牛肉原香的香料组合。重点来了，夫妻肺片是属于白卤卤水，所以脱色染色一类的香料，黄栀子、罗汉果一律都不要使用。再加入几滴高度白酒，跟没过香料的开水泡发个10来分钟，既能够去除香料的苦涩味，又能够唤醒香料的活性。再装入香料罐当中备用。继续在砂锅当中加入熬好的牛骨高汤10斤，调入梅精汤食用盐6克，这一步一定不要调得太咸，因为出碗过后还要进行二次调味。加入冰糖几颗来中和汤中的微苦涩味，加入牛油2两，能够让卤制出来的食材有更更顺。最后加入备好的香料包，烧开过后转小火炖煮个20分钟，充分的煮出香料香味，这样能够让卤制出来的食材更香。卤制夫妻肺片的是白卤卤水，所以不需要进行调色，这样就能够充分的体现食材的本色。准备夫妻肺片的食材有金钱肚、牛心、牛舌，还有后期才添加上去的牛腱子。早期的夫妻肺片主要为富人们都不愿意使用的牛内脏，所以夫妻肺片的肺其实是肺气的肺。然后将所有食材凉水下锅进行焯水，再加入去腥生姜、套葱、姜跟少许高度白酒。烧开过后同样要打掉浮沫，再一直焯烫一直打，直到完全煮不出血沫血水为止。再用温水彻底清洗干净，以此保障食材成品品质。接着刮掉牛舌舌苔，再放入备好的卤水当中进行卤制。那么重点来了，卤制食材的火候一定是采用小火，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食材脱水导致口感绵柴。小火卤制还能够让食材充分彻底地入香入味，还能够防止火候过大将肉质煮至松散。小火炖煮个30分钟过后，将不耐煮的牛肚出锅，将牛肚用重物压平，正切的时候成型效果更好。剩余的食材持续用小火炖煮个30分钟，使其充分彻底的成熟。卤制时间到了过后，再关火焖大个30分钟，充分利用卤水油温让食材口感再提升一个层次，达到彻底入香入味。卤制时间到了过后，将食材出锅，先放置自然冷却，再放入压平的牛肚，用保鲜膜密封防止水分挥发，放入冷藏室当中进行冷藏3-4个小时，这是让食材切出来紧致不松散的关键。下一步制作一款辣椒油，准备增香提色的2斤调辣椒粉50克，增辣又提香的超添加辣椒粉30克，加入高度白酒几滴，有助于激发辣椒的香味。重点来了，加入甘草2片，这样能够有效的降解去除辣椒的造型，达到吃辣过后不容易上火的目的。然后在锅里面加入跟辣椒重量成1:5的菜籽油，将油温升至80度过后关火，再加入拍破的老姜一块，这样既能够去除油腥味，又能够起到断生的作用。取出料渣过后，再将油温升至180度过后关火，然后进行第一次淋油。第一次淋入锅里面1/3的油，将辣椒充分全部打湿。等油温降至160度过后，再淋入锅里面1/2的油脂。等油温降至140度过后，淋入锅里面所有的油脂。分高中低3次淋油，大概能够激发出辣椒95%以上的香味跟色泽。最后再加入白醋几滴，
激发出来的醋香能让香味再提升一个层次。特色接着可以改放置香味喝法，近是一天过后使用，香味跟色泽都会更棒。只需要少数少许的素白芝麻点缀，一道浓香四溢、色泽漂亮的夫妻肺变凉拌辣椒油制作完成。下一步在锅里面加入卤汤一勺，增加原香，胡椒粉2克，生抽20克，增香提色，鸡精味精各3克，白砂糖5克，食用盐5克。将汤汁烧开过后，煮至调味料融化融合，出锅装碗备用。将冷却至定型的夫妻肺变时再取出。遇冷收缩的牛肉肉质也变得十分紧致，然后将4种食材分别切成最薄的薄片。这一步其实并不是抠门，而是切得越薄，入味吸汁的效果会更好。这也是夫妻肺片的又一大特色跟亮点之处。再将4种食材简单的码放到碗中，中间铺上一把香芹段，简历增香。用碗倒扣。首先淋上调好的调味料汁。再淋上色香俱全的香辣红油，撒上少许花椒粉，再撒上几颗香脆的花生碎，放上几颗香菜点缀，那么一道既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，但却又有麻辣鲜香四大元素的四川十大经典名菜夫妻肺片制作完成。每一片薄薄的肉片都能够吸附出料汁跟红油，使其深度的入香更入味，正所谓人间烟火气，最富凡人心。